大家好，我是吉田。今次我们在城门水塘搞了一个半日的轻松户外体验营，过程中并非行山活动，今日为了安全起见，不要被屎炸身。主要来讲是做一些低体能性质的游戏活动，包含这个喜乐、智慧、趣味性的活动和分享，从而提醒大家在团队中的沟通和合作的能力，以及发掘彼此间和团队的价值。在这个活动进行之前，我们评估现场安全的风险和进行这个布置。
慢啲嚟啊，慢啲嚟啦。Safety officer, stand by。唔好，继续加油！啲马骝喺度睇紧我哋，咪傻傻。Thank you.
是去完